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杰班，好久不见，各位，来吧，我们今天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一次的挑战协同啊。然后很像是有个 bug，早上听说是蛇王，结果下午又变成蜂王，所以说我们蛇王错过了，又要再等2个月。好吧，没关系啊，反正这种东西就是一个累积而已啦。然后发现它的挑战模式是不是也会跟着一个礼拜就给他重洗一遍，还是说就是一季？好了，没关系，至少啦，我们这一次呢，差点就打到当时的十大，因为现在呢，我刚刚看了一下，已经来到了240几关的啦。那当时呢是来到191关，我那时候还觉得有一点可以，结果呢，看到之后、听到之后就觉得啊，完了。因为立了 flag 马上就过不了了，而且还不是死在史莱姆后面的转王，我们等下看了就知道。好了，一样，我们这一次用的呢是狙击地图啊，然后最标准的双充电，剩下都是剑，带着呢不是血而是锁骰。这个时候呢，其实我也不懂锁要为了什么，也有很多观众一直问说你为什么要带锁，为什么要带锁。但是硬要讲的话，我一开始能够跟你解释的事情是，它前面会变得非常非常的保险。因为我们在昨天呢，上一次在打挑战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带锁，而是带雪球。那这个时候前面对面就要先丢了，最前期有第8回合，不然的话第8回合你没有丢的话，很容易就死掉。不是说很容易，基本就会去死掉，对，绝对会死掉。那这时候带锁的话，第8回合就变得非常简单。但是，这样的话对后面而言不是没有办法吗？因为我锁又没办法锁住王的技能，那我为什么要锁呢？可是百大又都是用锁，这个就奇怪了。可是我这边玩下来啊，感觉应该是啊，我的锁呢就是为了让充电再充得更多，因为我这边已经全程都在充电喽，结果我充电的层数呢也没有办法到多高，很像到300处还是接近300而已。就充电而言呢，我觉得这个等级有那么一点点的低，而且是我全程都在线的情况，也是因为怪物跑得太快了，而网呢本身也跑得很快，所以我充电的时间呢就会变得很少很少很少。如果这时候再没有锁的帮忙的话呢，会再更少。当然啦，如果硬要搞的话呢，我在没事的时候把交换移开，交换跟月亮移开，然后让充电自己去吃充电就好了。这样的话应该会再更恶心一点点，只不过那个难度之大，因为我要瞬间拿转回来，然后盯全程，或许可以有人做到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最后就是这样子而已。好了，我们就来给他感受一下吧。然后呢，我现在也注意到了，在没有祝福图的情况呢，压杀到满期，他的状况很像会比有祝福图再更凶残一点点。像这个时候啦，我们也是到了第80几回合才杀满，正常的话呢，大概都是50到70，在祝福图的地方啊。现在不是在祝福图的地方呢，就稍微远了一点点。那我们也是用倒转杀 ，OK 啊，好了，这个时候杀满之后呢，要干嘛？没错，我们就是来杀金剑。不过一开始我们想说这样子就好，结果呢，我们都玩到后面去了，想说我们只是要突破111关而已。结果呢，111关我们也蛮简单的嘛，来，我们去看一下呗。好了，那我们这边到第110回合，对面还有再稍微的拖一下。其实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应该要跟对面有联系？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完完全全的靠充电，然后呢让月亮跟剑是完完全全分开的，可能会比较好一些。好了，我们最后到了111回合，这边的网呢还不会是问题，但是可以看到我们的充电只有223充而已。这个充电的效果其实非常非常的不优，而且我还有14万，要知道我是全程在线的情况下都在充电，除了偶尔会跟观众聊天聊到忘记充电以外呢，基本上我都是在充的。硬要讲失误的话，我觉得可能不到10%或20%吧。好了，一样，我们再给他往后去看一下吧。这个时候啦，对啊，在往后之前，我们再讲一下，有一个观众有说，对，就是咱们的全哥，如果今天用锁的话呢，其实我们对于史莱姆还可以更过分，就是先把史莱姆给他锁住，让二王出现，然后就变成优先的去打二王。这样子的话呢，就不用担心二王在搞事了，因为你看到我们在113回合的史莱姆二王就已经出事了。其实硬要讲的话，我们在90几回合的二王史莱姆就出事了。对，如果真的要搞的话呢，应该要这样子去画。我们当时没有想说那么多，结果既然打上去了，就顺便听一下。可是我都没有做这件事情，因为想说能到多少是多少。这个时候我还没想说要打10大。好，然后如果这个时候呢，要再给他打一王的话呢，最好的话就是不要去打，不要有月亮吃到锁，不然的话呢，我们锁把一王给锁住了，结果呢，我们还没有打死的情况下，二王就超越了一王，那就完蛋了。对，锁的特性比较不一样，因为它是打前方的，跟血不一样，血是打随机的，所以一王出现，二王出现，血就会去打到二王，但是锁不一样，锁的话呢，一定要是二王超越过一王之后呢，才会被锁住。这个时候呢，就变成二王在帮一王坦。那一王刚刚已经出来非常久了，那就出事了。对，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。所以如果真的要玩的话，不止全程手动，还需要用交换去换那个
锁才可以，不过这个玩法应该会死人，没错啦。好了，一样，我们就直接再给他到后面去看一下呗。好，这是最后的154回合，这边我们意识到很像可以打有点远，然后呢，我们的对面 KC 又回归了，帮我们来杀一下金剑。毕竟啊，现在蓝剑跟金剑都是有用的，金剑又会比蓝剑再好那么一些些。虽然说那个一些些很像看不太出来就对了，只是画面会变好看，然后多了一个声音给他戳下去。不过不管怎么样啊，了胜于无啦。看我现在场上总共有来到七把金剑，这样的话都是七把金剑的话，就会有49把金剑戳下去。这个伤害对王而言也是一个不无小补啦。如果他今天是戳最大血量的话，那直接戳到死了，你知道吗？如果这个做最大血量之类的，或是像弹珠台一样戳下去，他打最大血量，但是会有一个极限的血量在那边，也不错啦。好了，我觉得他再改上去的话，这游戏应该真的会坏掉了，会像隔壁球球一样挂一次就到1500回合。不知道这个游戏什么时候可以跟球球一样，就是两边都不用在线。我最近才听到这件事情，隔壁的球球在两边都不需要在线的情况下呢，也可以继续挂机，只要除非他真的活生生打到倒掉为止。可是这样的话其实也不太好，如果这个时候被外挂绑架的话，是不是就永远下不了台了呢？好啦，就看情况了。好啦，那我们现在到了第165回合，为什么在这边会稍微看一下呢？因为就是来杀金剑的时候了。我们刚从150几回合开始杀，其实杀金剑的效率没有那么的慢，对，还蛮快的。我们这一次杀满金剑很像大约花了20回合的时间吧。这边可以看一下我杀的状况啦，不过有那么一点点麻烦，因为我在杀的时候又会忘记去充电，可能充电的效率又会再低一些些，不过感觉也无所谓啦，反正再怎么充就这样，而且我的钱也差不多这样。我们这次没有刻意去丢钱，如果刻意丢钱的话应该会再更过分一些些。好啦，现在到第164回合，我们这边剩下最后的两颗，凡是到越少颗就越难杀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这个游戏都是这样子，你多颗就觉得很好杀，少颗杀起来就觉得很痛苦。可能是因为少颗我们每一颗都要去做动作，就会觉得很累。那多颗的时候呢，他杀到蓝剑我们是完全不用去做事的，就觉得可能很快就好了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呢166还剩下最后的两颗，那我这边杀到充电还来不及去换，不然的话我杀到充电的话应该要再把圣剑拿过去会比较好一点点，这样的话就少拿到少抽到一次的几率有一点可怜，有点可惜啊。好了，这次史莱姆呢又是跟着一个重力王，没有任何的问题。结果这个时候呢还没有办法，哇靠，怎么样都杀不到，有没有？还没，对吧？然后我这边吃的话呢，也是一个充电一颗剑是吃狙击位啊。真的要怎么讲的话，到底是要双充电吃狙击位，还是双剑吃狙击位，哪个好？不知道有没有观众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，还是说这个时候应该要双骰都去吃到狙击位？反正我们的剑一吃到狙击位，也要触发圣剑才有用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我现在都有金剑在打，那吃到狙击位，那不如都给充电，因为充电的每一颗触发都是有用的，因为我们触发的几率都有30%，圣剑触发的几率呢，又是几率中的几率，又更少，但反而是有一点浪费的，对不对？就干脆都交给充电，两颗充电。可能会比较好，反正我都金剑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们最后到第170回合就已经给他杀到满版七星了。那这个版面呢，看起来还不错，帅啦！我的充电最后再位一个位置就好了。只不过呢，我也因为这个位置就有那么一点点的崩溃。虽然说看起来非常的对阵，非常的输压，但是等一下知道，我等一下会交给现场的我去看一下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到第172回合，这个时候要干嘛呢？等对面的版面把它清空。其实对面还要做的话也是可以，就是继续的去丢转移骰，让我的充电等级可以更高。但是充电等级可以更高，感觉也还好。除非我可以一口气给它充到300啊、400啊，甚至500啊，可能才会有明显的差距啦。不然的话，那个差距其实已经看不太出来了。好了，现在到第173回合，对面还在整理，那我们就直接跳到后面，交给现场的我呗，对吧？过了，过了，过了，之前送会员之夜好几个了，没有，后面还很多次会员之夜，哎呀，很香啊！最近上榜了吧？没有啊，怎么可能上榜？现在榜最高都300多，不是吗？是不是带雪球比较好？不要带锁头，带锁头就是前面只是想过而已啊，对吧？前面过比较舒服啊。啊，带雪的话你就可以打高啊。当然是冰啊，当然是冰啊，不要想太多，当然是冰，当然是冰。有没有15时光最速挑战满？没有，我之后吧，我现在没有打算拿那个的意思。超过191就能上榜，191就能上榜，真的假的？干，不行不行，不要期待，不要期待，对，不要期待。榜一是带锁，干，真的假的？榜一是带锁，为什么？ Why？ 我不懂欸，我也觉得血比较好欸，对吧？难道说锁真的是把怪物给他锁起来吗？先来一点点偷袭一下，有没有机会191啊？有没有191？这样今天这一支的影片标题会有点多欸，怎么办？血哈送死了50个会员，哎呦，很多啊，这里很多爸爸啊，好不好？一堆爸爸们啊，来哦，
1182，先透析一下，能吸多少是多少。拜托，等一下有史莱姆哎，怎么办？我不敢乱讲话，干，让我过这只史莱姆。拜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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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比较好吗？有，现在有了，以前没有，现在有。拜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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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这个爸快退休了，没事没事，你存钱，你最近要买的东西太多了 ，YJ， 我等你，我等你长大，让超过史莱姆就可以打到超上面了。哦，你说把它完全的拿掉是不是？我有点忘记要怎么做了。先来一个锁王，没事啦，没事啦，给他锁，给他锁，我们伤害过了，过了，过了，各位，过了，过了，我现在不能冲，我现在不能冲，对，我现在不能冲，我现在不能冲，哎、欸，甘霖老师，甘霖老师，没了，我刚刚没有充电在那边。干是谁说191的啦？还有那边想要过，干，干明明就没事，真的，早知道不要跟我讲啊，不要跟我讲都没事，一讲就出事。挑战185协同全金剑，差一点百大191，不讲就没事。干！哎、欸，我看一下，真的191吗？真的191吗？哎、欸，有了，有了，有拿到了，拿到了！记得换一下，记得换一下，真的191吗？甘霖老师嘞、欸，差一点点！干！哦哟，都过那么多只史莱姆了，是十大呢？对啊，不是百大呢，十大呢，十大呢！干，就差一点点，就差一点点。我还以为哎算了啦算了啦，我觉得已经够了，很舒服了啦，很舒服了啦，对吧，很舒服了，很舒服了，合作1700，然后是锁能干嘛，然后是锁能干嘛，就锁住啊，他们都用锁，对啊，他们都用锁、欸、可是锁感觉跟血，我觉得还是血比较好、欸、为什么要用锁，是真的是把怪物锁住吗，对吧、啊、然后伤害比较大吗，对吧、啊、应该是这样没有错吧，干哦好烦哦，干这超烦的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干这是衰烂欸，对啊，哪有那么准的，一口气锁住，锁住我两颗充电，想说那个伤害应该够，对啊，那个伤害一副就够的样子，怎么会爆？好，我先打一下，等一下来，等一下来，我们等一下打一局比较特别的，对，看有没有人要陪我打，应该是让充电可以充比较久，我也这么觉得、欸，因为血的话，现在没办法充到你，你看我充到极限才300而已、欸，我全场都在线欸。